那个朋友们，他也知道没了。最后一个，嗯，你会吗？哇，全部都是东东堆的哎！好，重新，我们重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OK， 要来变魔术了。来，先帮你弄好底盘就好。你一次拿那么多，还有，还有，但是他感觉很好奇，为什么有一堆都堆不完，还有。一直拿不完。还有，哥哥救，哥哥救！啊，失败了。失败了。再一次好不好？怎么办，东东？失败了耶。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哥哥先把它放整齐，这样之后比较好弄。来，给你一次，再一次机会。他也知道翻面，很聪明啊！真的耶。来，继续。你拿三个了，你是拿三个干嘛？像你看弄弄这样裂开了，妈妈昨天有发现，就要裂开，踢到东西吧。不要一次拿那么多嘛。加油！东东加油，没有卡好，歪歪的，这样还不会掉啊。不要拿那么多啦，三星鬼。有卡好了。继续。还有，帮你换个位置，免得你等一下自己碰到自己。等等，换这边。好玩呢、哦。来，还有。触觉嘛，怎么感觉它斜斜的？加油，最后一个。哦哦哦，有了。熊熊，东东，熊熊还没上去了，熊熊还没上去。没关系的，这样就很好。你怎么就忍不住了？熊熊还没上去。小宝宝来讲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而且他也知道最好的可以睡觉。还差熊熊吗？还要再玩一次。有哥哥陪玩，很难腻的。我只要在那边摆着这个，然后他倒了就收就好。咦，拿太多了。而且他每拿一个，他都有看你。如果你有跟他讲话，就会看一眼你，看你跟他讲什么。来，哥哥帮你帮你。不是，先不要这个，先摆好这个再放回去。再给你一个，小心！嗯，很可爱。好认真哦。对啊。一次拿两个。一次一个，东东，一次一个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好棒，一个一个来。除非你先把它一个一个来。哎呀，不小心自己撞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先这个在那个。好，继续。这个帮你扶一下好了。东东还不要推倒哦，熊熊。最后一个，熊熊要上楼。东东，熊熊，东东，熊熊。不要忘了熊熊。好棒，快拍手。我来不及拍，迫不及待了。哥哥陪玩是不是好好玩？帮你弄回来好不好？这次连底座一起。他之后慢慢就知道要等熊熊
东东很认真在看你用哦，东东很认真看哦。做泥板，他非常认真。你不要一次装两个啦，你很贪心耶。爸爸去弄面包跟倒牛奶哦。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再一次拿两个了，二个就是会强硬固定。你刚才说一句啊？而且他刚刚是一次拿三个，不是拿两个。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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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啊！我说想去倒牛奶，太好看了，我又再看完这一次好了。我还是去倒牛奶好了。重新，我们再重新一次吧，等等。